袜筒的部分啊、哦、是全起嘛，所以它整个袜子是到袜筒都有厚度。密度高最大的目的是在于它的耐穿性，它的里头的纱量、纱的含量很高。这个袜口的部分是强化的那个莱卡的那个弹性纱，另外是用黄手工对木的一个制造方式，这是完全平整的。里层加了黄美人白汗纱，它跟弹性纱包一起。加了一层，然后呢，再加了竹炭砂跟羊毛砂。竹炭砂本身就具备的，它的消臭功能是比较强的，然后它也有一点的保暖效果。好，那羊毛砂大家都知道，羊毛砂本身就是保暖，棉的含水率可以达到80%以上。那一般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材料，它是低于5%。好，那甚至我们这个纱线单纯纱线的时候去做测试，它是不到1%。含水率越高，你会造成越冰冻啊！你在寒冷的气候，你当然会越冰冻啊。所以反而是在用在登山袜的用途来讲，是不能用棉的。一个袜筒不能滑下来，袜筒不能滑下来，这个地方要顾好，还有这个地方，然后既然是登山或是滑雪或是户外的袜子，那么就是在动态的状况之下，所以脚的位置要加强固定。像这个地方一样有开一个网状的编织，但是面积就是这一带而已，让它加速它换气的作用。当然这个竹根的深度是非常足够的，它的深度够，对整个竹根这个脚跟的包覆性是完全包覆的状况之下，它的好处就是不会因为这里运动的影响造成上方的拉扯。